哎，请问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海报啊？啊，这个什么叫车轮党啊？车轮党就是国民党啊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啊，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海报的意义啊？这个简单说就是冠三勾结啊。然后人民逃命。啊，人民逃命啊，了解。这上面这又是什么呢？啊？这个又是什么？这是符咒啊。哦。奉核能神什么催命三魂？希望他们两个死掉。哦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哇，有三个符咒哎！哈、哦，我真的不想讲说设置里面那种东西，真讲究哦。是谁画的？这个画的这么精彩哈？啊？谁？作者是谁？哇，你们两位啊，哇，帅，太厉害了！啊，你上座了，你上座了。你们是？哎，请问你们是属于哪一个社团呢、啊？没有，没有社团。你们不是属于哪一个社团？是自己来自己画的？啊，是